男的女的都要抱抱。我到市长的守望一整年了。还有这里兴奋尖叫，过年刚放完两天假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年初四一上工就跑士林北投八间公庙，心情已经迫不及待。我今天赶快急着出门，提前上工就知道一打三真的不容易。过去这一年，太太帮忙很多，让我可以好好在忙于公务上面啊，无后顾之忧在市政打拼。所以当我说就要一打三，太太还毫不犹豫，还真的让我一打三，所以有体验到哦，很辛苦。看来这两天在家带小孩，真的是把蒋万安累坏了。过去这一年几乎都靠老婆照顾三个孩子，蒋万安难得能重温全职奶爸，老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过年期间好好安泰做，好安泰做做得好，这一年没烦恼。明天情人节，2月14号。先让我保个密，我现在讲出来太太就知道了。情人节不忘准备惊喜，蒋万安安好泰做，让自己好过一整年。但美国学者齐凯利看好的是他未来四年，指他比台中市长卢秀燕更有条件挑战2028总统大位。只是一旦蒋万安2026争取连任成功，马上面临的是落跑问题。今年大年初四，人力银行也提前上班吗？不用一直在帮我找工作哦。我担任市长也才一年多，我想最重要，市民朋友期待是希望台北市越来越好。蒋万安幽默回应：“唯奉行治国平天下之前，得先起家。” TVBS 新闻，董佑君立平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